大家好，我是干。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做这个影片的。哦，这个是187个国际的影片，它是由那个成龙大哥。我是因为成龙大哥的那套戏，就是那个《天降雄狮》啊，哦，那部电影启发。要做这个影片这个视频，那么我就怎么做呢？我就在每一个国旗或者是每个地区，我都放它的国家的名称、比如说马来西亚是 Federation of Malaya、也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啦，然后真正的名称是叫做马来亚联合邦，但是我们通常都叫马来西亚或者是大马啦。OK， 那么每一个国家呢，我都放大概是187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啦。有些是用繁体字，有些是用简体字。繁体字呢，就是以前的字眼呢，象形字体之后呢，就是应该是过了很多个朝代，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所说的繁体字。然后简体字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笔画比较少于繁体字，那么简体字也会属于比较容易写的一种字眼呢、我们中文的一种字体。那么现在呢，在这里呢，我就想分享，通常呢，我就会把这些画面呢、照片呢，我就从这个，你先要打开这个 Open Project 啦。File Open Project 是说你打开一个新的文件档案，然后呢你就去弄了之后呢，你就去添加你想要的一些画面啊，一些字体啊，一些音乐啊，那么好了之后呢，你们就这个是另外一个东西了啊。OK， 那么好了之后呢，你把这些画面，你先打开那个文件档案，打开了之后，你就放一个文件档案的名称。好了之后呢，你就添加这些东西，然后你就从这里，你的左上角那边有一个icon 啦，一个东西，然后你就按进去 import media files， 然后你就去找咯。如果说现在 desktop， 你就去找 desktop， 你想要的。然后比如说我是在这边，比如说我在 Family Photo。然后我进去了之后，我就放开一些国旗的照片呢，还是什么，然后我就按 open 咯。open 了之后呢，它就会在这边出现。然后基本上我会再怎么做呢？我会把这个一个影片呢，当做分成几个3-5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先把我的影片呢，就是你的画面要清晰。然后你的声音要清楚，然后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的画面清楚了，你的声音清晰了，你就人家听了也比较舒服，也比较容易明白你在讲什么，你在说什么，你要表达的一些信息给人家。那么基本上呢，在这里你先看一下。在这里呢，我会怎么做呢？第一，我要把它弄得清晰，我就要先按
想要按的这个国旗，然后再按 Fix or Enhance， 然后我再 Color Adjustment， 我就按 Contrast， Contrast 就是它的那个画面的清晰度，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你要按用的比较 sharpness 啊，就是尖锐一点，然后你要轻比较少，比较没有那么 尖锐 sharpness， 你要或者你要用放多都好，但是通常我是放在这个部分里面啊。好了之后呢，你就按 apply to all 咯，当你 apply to all 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全部都一样了。然后好了之后呢，第二个哦，就会放一些我的照片呢、啊、哦 sorry OK 我的照片咯，哦，比如说这个我的照片，那同样的全部的画面我都把它弄得清晰清楚，也同样的在这里你按 Fix or Enhance Color Adjustment， 同样的方法啊、哦，这是不一样的照片的。然后第三呢，我就会放这个，然后我要先看一下 Modify， 或者是你按两下，在这个照片按两下都好，都可以，画面它就会出这个。然后这个就是我通常我会记着我是在哪一年做这个影片的，然后这个2019就是哪一年咯，然后 copyright 啊，然后优先来源，然后就是我通常在网上放的一个名字。然后颜色方面呢，其实我是希望说世界和平啊，说不分种族，所以为什么我会做这个影片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在每个影片都是有会放这些讯息，我也希望世界能够和平，然后大家和平共处。好了之后呢，然后你不要的话呢，你就按颜色了。然后第四个呢，我就会放哦，然后这个第四个呢，我就会放这个就是我的在网YouTube 跟 Facebook 的那个页面网站啊，或者网页哦 ，NN1TV 哦，跟Fans Nation 506 OK。然后呢，第五个呢，第四我就会放这个就是通常我们所放的一些字体啦哦。那字体要怎么做呢？你有这边有很多选择啦，啊，这边有影子、倒影，然后 shadow， 然后通常我都没有什么去动它，但是有时候会去弄呢。比如说这个，我会先放这个，第二个，哦，这个 default 下面第二个，然后好了之后呢，我再去改它的颜色，啊，把它，比如说我这样子。它就会换哦，现在我没有，我就放回去。然后呢，我会放 bold， 就是把它的字体弄得比较清楚啊，放斜了。然后在这个影片呢，我做的每个影片呢，它的字体呢，每个都是打进去的，就是你在找了资讯之后呢，你去放进去咯。然后字体方面呢，我是用 MS Gothic B。MSP Gothic 啦，或者是有时候我也会放比如说像这个的画面呢，我可能也会放就是这个哦 Brush Skip MT OK， 基本上有很多个啦，看你怎么放。然后这里方面呢，你是自己去选择了，你要放14啊16啊18，或者是你要更少8就都可以。然后在这个影片呢，这首歌词呢，我是怎么歌词里面呢有
中文、英文跟西班牙文。西班牙文其实我完全不会的。那么我是怎么做呢？就是我先看啊之前的有一个影片，然后它的西班牙文，然后我就用这三个语言三种语言呢，我要怎么弄清楚到底它的意思是相近的呢？我就是用 Google Translate， 就是先用中文或者英文把它翻译成先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翻译成西班牙文，然后同样的我用西班牙文再翻译成中文跟英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希望说因为完全西班牙文完全不懂嘛，不了解，所以我就希望说它的意思，这三个语言呢，它的意思是相近的，所以我就是这样弄的话弄了差不多有5个月做这个影片。其实是如果你不懂其中一个语言是比较辛苦的，但是还好之前我也打算要放弃，但是到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所以因为我就想陈龙大哥他在做这个影片的时候，他已经用了差不多7年或者15年了来做这个电影。那么其实有很多事情，其实在我，那么我就说觉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虽然可能会花多一点时间，因为比较不了解嘛，但是其实有很多时候当你已经度过了那个难关，其实你再看回去也是一种回忆，也是一种美好的记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啦你为什么做东西要坚持？坚持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坚持的话，你就会有你想希望要看到的成果然后这个 OK， 现在呢 OK， 然后这些呢小小的一个点呢，其实我在做影片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去看它的，就是说也没有去规划了。总而言之，我看到的它的画面大概是我想要的，我就过关了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比如说每一个它的那个距离量是多少呢？就是1分1秒这比如说这边全部的是一秒，因为有187个国家嘛，所以你不可能每个去用花很多时间，所以你要看的话，但是你就可以咯，就这样子。然后这个是西藏咯， Tibet 的那个国旗，这个是以前的，然后这个是最近的所以全部这些呢都是在这些资讯呢，它的国家的名称呢都是在维基百科啊 Wikipedia 那边找到然后就大概就自己再放一些，如果不明白它的那个字眼的话，我就放一些拼音吧，中文拼音汉语拼音 OK， 所以每个比如说这些东西都是每个都加进去放进去。然后这个是多少呢？这个是2秒，这个又是多少？这个是3秒然后这个呢，这个又是多少呢？1秒然后最重要是你看的顺眼，3.7秒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披萨和平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用 PNG 弄出来的放进去的这个照片
编剧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编剧法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用编剧的方法呢，它旁边这个东西呢，白色的东西呢，它就不会在里面。啊，如果你用 JPEG 呢 ，JPEG 法呢，啊，它就是这样子的。OK， so。通常是这样子啊，我先把画面弄清晰，把声音弄得清楚啊。如果不够大声，我就把它拉得大声啊。从这上面中间这边拉到上面，然后这个每个歌词啊，国家名称都是打进去的哦。这整排是每个国家的名称。比如说这个是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也叫东帝汶啊 ，East Timor 或者 Timor Leste， 啊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 Leste， 没有错的话了哈。然后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每个都是这样子放。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我们都护府地球，希望大家化敌为友，不分种族，和平共维和共存。嗯，这些就是我放进去的字眼了。嗯，这个就是西藏的那个啊名称啊，从以前到现在。该有这么多的，比如说西藏自治区、西藏、威藏、吐蕃、吐蕃、西藏、西羌、吐蕃特、乌斯藏、吐白推、唐古特啊，有这么多的那个名称。国家的名啊，其实它都是西藏的名称啊。然后这个就是古时以前的1901年的啊那个国旗，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啊，只是你把它就好像做电影，你把它想要的画面你放进去，然后。啊，都是这样子了，通常是这样子啦。第一排就是画面或者照片或者影片、视频，然后为什么这好像这些东西我会放在下面呢？那些字体呢，我会放在下面是因为它比较容易哦，也不会阻挡其他的画面哦，然后。这个是我的声音咯，因为现在我们做影片通常不能随随便便用别人的歌曲吧，所以我就用我的声音咯，直接唱。希望大家会喜欢，自己清唱咯，啊，但是好不好听，个人喜欢就好了，啊，我也不是要去参加比赛。但是可以的话就尽量唱好听一点啦，那么现在呢，我就正式的向大家播放哦，它整个的流程，它这个制作影片 ，OK。所以每个人在制作影片或者视频的时候都是不容易的。虽然现在已经有比较多东西可以弄，但是还是要靠你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个影片哦。如果你们有喜欢的话，你们就多多支持啦，多多分享，然后也多多订阅收藏。
那么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了它的那个流程啦，啊，基本上是这样子啦，这样的，OK， 那么现在呢，我就正式播放给大家听。兄弟，阿春啊，阿德勒勒斯皮秀，啊，德勒勒斯皮秀，勒斯皮秀，勒斯皮秀，勒斯皮秀。OK， 刚才我说的这个字体，这字眼呢，它是。它是叫什么？这个字体叫什么鬼啊？香安语啊！啊，如果没有错的话啦，哦，我忘了，忘汉语啊，汉安语啊。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刚才那个就是香马勒阿顿纳贝德勒德斯比秀的意思呢，就是啊，我们都不普希望，他就是啊 ，sorry， 哇，就是啊。我们都不服啊，凶安的兄弟，我们都不服，没有敌意哦，我们是冲着啊和平共处哦，维护共存这种想法来啊维持那个持续了。OK， 那么现在就开始播放给大家听。兄弟，阿春啊，阿德勒勒斯弟兄，我们东部府只希望大家化敌为友，不分种族，维和共存。因为不能播放音乐，所以我只能用清唱唱这一首成龙大哥主演的《天降雄狮》的主题曲《当我英雄》。白雪纷飞，看那战场。谁愿意孤独留在中央？铁马顶的孔子辉煌，马儿我人往何方？白酒一杯再加干粮，但闻世间不平乱象，管他面前障碍多强，只把乱世化成香，狂沙一阵卷走外伤，尘埃落在流浪，家国天下尽你豪放，一杯酒醉到四方。嘿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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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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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好汉何须拨弄刀枪，管他路有多少万丈，铁了心回到家乡，化敌
机会有风尘何妨，好汉何须拨弄刀枪，且走一家踏步前方，愿世上永无战场，愿世上永无战场。我是地球人，地球是我家。有人问达赖喇嘛，关于人性最让你感到惊讶的是什么？达赖喇嘛说，人类为了赚钱他牺牲健康，为了修复身体他牺牲钱财，然后因为担心未来他无法享受现在，就这样他无法活在当下。活着时他忘了生命是短暂的，此时他才发现他未曾好好的活着。这位是我的父亲了，哦，右边是这一位。不过他已经不在了，哦，在我15岁的时候就不在了。嗯，那么我就把我他的照片就放在这个影片当中，就当作是一种纪念吧。那么好了之后呢，所以现在是 edit 嘛，然后好了之后你就去 produce， 那 produce 呢你就放 MPEG4 咯，哦，其他的你不用去动，不用去理，然后你就按 start， 它就会慢慢的把它弄成一个影片，然后好了之后呢你就再播放咯，哦，基本上是这样子啦。然后这个他刚才你听到的声音呢，不是有点古怪吗？啊，就是在这里 ，Edit Audio， 然后我是想放的，我就放这个 Pitch， 这个是之前哦，啊，现在我在放高音。所以他的声音就这样子来，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就放颜色了，因为之前我已经弄了，所以就不需要。好，那么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为止，好，谢谢，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The Baba.